家好，我是谢欣颖，我今天玩史莱姆给大家看。我先玩这个，这叫梦幻起泡胶。梦幻起泡胶？你怎么知道叫梦幻起泡胶？这边有写。我没看到哎。你要怎么玩呢？你要为什么起泡胶 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时候捏会有泡泡。真的、哦？那你可以做给我看吗？怎么样让它有泡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现在做什么？你现在它可以做出图形来吗？好像不行。那它要干嘛呢？它就是那里舒压的。舒压哦，是哦。哎、欸，这样有点像在做面粉团哎、欸，还是在做超阿贵？好像糯米团、欸。这小时候会放。那、啊、你这样玩来玩去，最后是要干嘛？啊，就这样子一直从头玩到尾吗？应该吧。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。梦幻起泡胶，然后如果放进去的话，你这样搓，它有时候会放屁，有一个放屁声。好，我来听听看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的哎，挤，哎呦，怎么那么辛苦？哎呦，有时候会有放屁声。塞不回去了、哦，没有。要玩下一罐了吗？现在我要玩下一罐。下一罐又是什么呢？这是假水的。哎，弄给我看啊！这个是假水的史莱姆。假水的，假装是水的史莱姆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它是假的水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它跟水很像。我们弄过来给我看看。就是、你看，这样流。它就会掉下去，哎、真的哎，难怪用是蓝色的。可是你看这个，哦，史莱姆有这么多种，这么多种类型啊！我弄错。哎呦，真的哎，哎呦，这个好像痰哦，吐痰的痰。这个就没有，这个好像比较好玩哦。那这能做什么呢？不能做什么。又是舒压是不是？啊、然后你这样从头玩到尾就对了。你们觉得这很好玩吗？小朋友都很喜欢玩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们大人都很讨厌他们玩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甚至是不想要给他们玩。那你这样子搓一搓，搓完之后要干嘛呢？再塞回去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玩完了吗？好像塞不回去。哦，史莱姆就是这样拿来舒压的，小朋友就喜欢玩。那谢谢莹莹帮我们做介绍哦，拜拜。哇，史莱姆的变化真的很广泛呢。六。可以做出这么多形状哦，这样捏开，你看它整片都是哎，不错的。不过还蛮有趣的哦。虽然我很讨厌史莱姆，可是看他们玩真的很舒服。就像他们说的，是吗？哎，这样子放它就慢慢的就成为一整片了哦。史莱姆创作。史莱姆里看到。